还我该尽税，去当恶的公民，去当恶的公民，还我该尽税，还我该尽税，依法赔偿，依法赔偿，强化检测，强化检测，依法赔偿，依法赔偿，强化检测，强化检测。我们今天现场也非常谢谢啊，那个长期在关心公共事务，东吴大学政治系的教授徐永明徐老师哦，他知道今天这个事情发生，也特别到现场的关心哦，让我们瑞芳的乡亲哦，是不是？我们也非常希望啊，徐老师在晚上政治性的节目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帮瑞芳乡亲安全饮用水的节目啊多发声。徐老师很客气啊，我刚刚请他，他没有今天要没有要上来讲话，我们稍微等一下。我们经济部的大官啊，拜托你们稍微挪动一下，你们出来是不是接受居民的陈情书？我们在等经济部官员以前啊，我们瑞芳的乡亲，我们一起再把我们的诉求啊喊大声一点啊，给坐在里面、坐在办公室里面吹冷气的经济部官员听啊，去当恶的公民，去当。